我要买船票。你知道一张船票是多少钱吗？昨天47万，今天65万5千，明天还会涨。我不知道等我睡遍了全上海所有的男人，是不是足够可以买一张船票。我把手给谁会关心的，我还有机会。我不走，我不想再逃，我要跟着李尼江用的部队去云南。吴院长，我太太的孩子等着我过去吃团圆饭。